有事我要留我是其中一名1200名选委会的成员，不要忘记区议会专业界别，如果我300席，我们拿到好像之前那200多席，跟住加埋我们是有400多票，我们是可以影响整个大局的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得区议会那么短视，我们望紧的是2022的特首选举，我们要将这个影响力交给香港人的手里面。大家同唔同意？大家同唔同意？好了，但是一个运动单元，好了，